米娜娜，哦，嗨哟！喜欢 Ava 的粉丝朋友们，快集合！今天要开箱的是，嘉嘉，感谢万代收藏玩具事业部赞助提供的 Next Age Style 系列。这款系列最大的特色就是它 Q 版又不失帅气，高质感外还有相当精致的涂装。来特写一下，让大家看看它的精致度，连下巴都是可以换的哦。这款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特色是它的可动度很高，你可以自由去摆动你想要的姿势以外呢，它还有很多像这种小零件可以让你去更换，而且它的手指头有没有看到？它的手指头是很像在扣扳机的。那小零件像这种它的武器，或是朗基努斯之枪，它的脐带、电线，这样这样这样。讲到 Ava 就不能不提到造成大家内心阴影的量产机，但是量产机还在预购中，好想看本体啊！软软，想看量产机本体吗？我现在来到的是位于西门町万年大楼的万代官方展示空间 Tamashii Nations Taipei Sports。在这边除了有展示一些稀有模型之外，还有未上市的，让我们赶快去找找看量产机在哪里。发现量产机 ，Hello， 这边可以看到 Next Age Style 的 Ava Unido 量产机。这机型的记忆度就在于它长得像鲸鱼的脸部 ，Q 版看起来温馨一点，嘴巴跟初号机一样是可动的哦。另外，它的巨大翅膀也是相当有分量的呢。再看到零件的部分，包含了帅气的仿制的朗基努斯枪，对，仿制真的在月亮，以及双刃刀都有，可以自由替换。这款量产机还有附赠专用的台座，可以在半空中调整各种自己想要的动作哦。刚刚看完量产机，就会想到剧场版中非常经典的画面，被九台量产机包围的耳肉旗，不哭不哭，好想要九台量产机啊！拜托，可以吗？拜托拜托！目前还在预购中的量产机要怎么入手呢？像二号机这一些啊，在一般的通路可以买到，但是量产机只有在 Premium Bandai 网站上全台首发，而且是限量发售。PB 是日本万代在台湾正版的官方网路商店，所以不用怕会买到假货。在 PB 上面贩售的几乎都是网路限定商品，限时又限量。建议大家快加入 PB 的 LINE， 他们会做最新的通知，才不会错过自己喜欢的商品哦。像这款量产机呢，目前在网拍的预购价已经比 PB 贵了不少。这系列 Next Age Style 的杯子都好想要哦，不知道大家最喜欢哪一款？接下来大家还想要看什么样的玩具开箱？也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六哦。喜欢今天的影片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以及分享。那我们就下次的影片见。拜拜。